150秒。好。哇，直接是匍匐在我们的平台上。哦，姑娘好谨慎啊，每一步跨度特别小。哎。但是有些时候该迈步的时候还是要迈步，好吗？来，青蛙跳。你要干嘛？啊，这种方式可以。这个是一个特别考验平衡能力的方式。没错。漂亮，来吧，第三关。加油，爱天！勇往直前，加油！我要提醒你，只有70秒的时间了，如果再不上你就真的来不及了，好吗？68秒，哇，其实很紧，其实很紧。对，在这个障碍到这儿的位置，其实你已经没有太多机会去犹豫了，如果再错过就真的来不及了，所以必须下。哎呀，哎呀，遗憾地宣布，他的账单取消了。